阿里。好啦，我是伍佰，今天看起来这边还不错，蛮多人在钓的，水质还不错，那边还在整修，待会下去看看好了。狮儿很猫的话，你就把它勾在根边，可以捉小龟。出来吧，超大只的鲤鱼，这就，哦哟，很多虫啊，来啦。
分。哦，稀有珍宝出现了。哦，北北的鲫鱼拍贼。
大家好，是蒙面无白，现在法子溪啊，今天的咬矿就是无伤了，一样没有钓到乌鱼，下次再来评评看了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